啊，我们今天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全是业。啊，起个念头，阿赖耶里面就含藏一个种子。阿赖耶识种子有多少？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如果阿赖耶的种子有相，啊，再小再小的现象，像几微之微这么大，小到不能再小了，尽虚空法界都容纳不下。你就知道这个东西多可怕。轮回从哪里来的？就从这儿来的。啊，善念善行结的善种子，感得的是三善道的果报。不善的念头行为结的是恶种子，感得的是三恶道的果报。六道轮回就是这么来的。啊，要知道六道轮回根本没有这个东西啊。完全从自己业报里都产生的，虽然产生的，它刹那生灭，啊，一秒钟生灭2100兆次，真相只有佛说出来。今天科学家对佛教另眼相看，啊，科学家努力400多年才发现微种子，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色。啊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讲的比他还清楚，这能不佩服吗？